这届奥运会，很多人都以为全红婵是黑马，其实不是。今年的奥运选拔赛和全国跳水冠军赛，她的成绩就得过满分，而且跳得非常好，一点不亚于奥运会的表现。可以说，奥运会拿冠军，她是实至名归。真的是太棒了，简直是小鱼儿一样，完美。快吧，11岁进省队，然后2、3年就可以进国家队。哇，他真的是就是说，确实有天赋在里边。当然，勤奋刻苦是一方面。他跳水的7岁才选入跳水，他能够去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点了。厉害。